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今天收到一位美食博主的隔空投喂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对，就是那个给弟弟做饭的小海星。今天我也来体会一下他弟弟的快乐。吃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我也送点零食给他吃，希望他和弟弟能够喜欢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啊，这是我昨天做的冰皮月饼，没有吃掉，现在去给我爸吃。老爸，月饼吃不吃？不用。来来来，尝一个，很好吃的，拿一个尝一个。里面什么馅了？榴莲味的。榴莲味。